垒上跑者走，捕手这个球传过来 safe。哇，这个到投手的垒，对啊，到左投的垒，没错，投手都完全没在看管，太轻易的被盗了。不玩那个杨先贤鹅肉了，那个 timing 抓的不错，你看已经启动了，所以打者这个时候了，聪明的就放掉是正确。